时快乐起来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东南卫视，欢迎收看我们的时代运转，我是主持人郭涛。马上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，第一位要欢迎的是我们的世界名厨铁刚老师。李铁刚，京城顶级大厨，享有国际烹饪名师、中国烹饪大师等荣誉称号。那个，因为还没有介绍到他嘛，对不对啊？您今天是第一次见到，我来好好介绍一下。我们要欢迎的是著名演员，欢迎婷婷。大家好。穆婷婷，古装神剧第一女主，在热播剧《天天有喜》中，以活泼可爱的荧幕形象，成为大受欢迎的全民九公主。婷婷演的戏戏路特别宽，我们回头慢慢聊起。但今天要推荐她的一部这个情感大戏啊，这个名字一看就是近年才拍的戏，哪怕过多少年之后也是，叫做什么包邮来着？爱情也包邮。爱情也包邮，就是包邮，您知道吗？什么邮？没有网购。20块包邮。铁刚老师因为是大厨，什么油啊？花生油啊，橄榄油，就买东西那个邮寄过来，包邮。就您给我买东西，邮寄过去的费用你别管，叫包邮。他在当这部戏当中演一个有心机的女主播，是播报新闻的。哦哟，播报新闻的。好，那铁刚老师这样好了，咱们到食材面前让他播报一下今天的这道菜的佐料们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有请我们的主持人婷婷。好，来，播报节目，自己鼻子就得溜。来，预备，今天我们的食材里呢有金龙鱼，猪肉，葱姜蒜。铁刚老师，这条鱼是什么鱼啊？鲈鱼。对，海鲈鱼还是江鲈鱼？这个呢是海鲈鱼。海鲈鱼。我们呢一般的呢做这种鱼呢要给它切什么呢？叫多十字刀。很多个十字。哎，看啊，就是方格嘛，很多方格叫多十字刀。哎、对，哦，明白。这个有什么讲究吗？这个呢，就是说便于成熟入味儿，但是呢，就是说一般的呢，我们，两面的刀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呢叫做让指刀。让一指，切一刀，让一指，切一刀。十字的话呢，就会入味更多一点。但是呢，你靠时间长了，它就散了。那你到底是入不入这个味儿？这个是朝上的哦，这个是朝下，讲究在这儿了。所以两边的开法是不一样的。明白了。对，所以鱼在锅里待会不翻身的。好，我们呢，介绍一下这些佐料，有五花肉、冬笋、香菇。葱姜蒜、海米、榨菜，榨菜，哎呦，豆豉，不可或缺的，辣椒，糟辣椒，糟辣椒，为什么要选糟辣椒呢？是要做出那种，它有这种糟香的味道，而且呢，就是说，有这种就是比较浓郁的酱香，所以要用这个糟辣椒，对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这叫糟辣。豆瓣鱼，哎呦，豆瓣鱼，这真的就是四川菜了啊！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煎鱼，开动，煎鱼。好，这个鱼做法只要用煎就可以，还是要先煎再煮过？煎就可以了，煎就可以了。对，这个煎鱼呢，我们呢，这个锅一定要热一点。所以我们就等等。我们呢，先来一点盐。哟，直接先泡到锅里。对。啊，这样呢，煎的时候呢，防止它粘脸。好，来一点油。好的。把锅呢，给它溜一溜。溜。溜锅。这些专业的术语其实都是特别有意思。然后呢，我们呢，先煎这面。开口十字的那面，对，这以前看到，吃荤跟吃素的不同派别的人在聊天，我听到一个那个荤食主义者的反驳，把我给乐了。荤食主义者说，我们费了这么多年才登上食物链的顶端，你现在让我吃素，你容我先吃几年吧。你爱吃什么肉啊？我都爱吃，我百无禁忌。我爱吃牛肉，更爱吃牛肉，所有肉都爱吃，海鲜我也很爱吃。你就爱吃，其实
实我是过敏体质，我以前吃海鲜就是，其实我对海鲜是过敏的，但是我就是特别爱吃海鲜，所以我就带着过敏药去吃的，开始吃，吃了十来分钟，开始痒的，然后挠，我就吃药。你等会儿，就你那个过敏是大部分海鲜你都过敏？对对对。哎呀，那别吃，把这鱼啊给它煎汤。啊，黄色，嗯，这样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。然后呢，我们给它倒出 来，先放到盘子里。哎，倒出来以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冬笋啊、香菇啊、哎、五花肉啊，先放五花肉。嗯，这个不用再加油了。哎，冬笋是一种很棒的东西。嗯，我这个去年有机会去了趟莫干山。嗯，哦。那个地方就是可多竹子了。其实这个原料好啊，嗯，就是占了先机，占了先机。哎，然后呢，又在当地做，就占了个新鲜的先机。哎，对，嗯，好，冬笋，冬笋，香菇，香菇。然后呢，放一些榨菜，榨菜。嗯，还挺多的呢。嗯。就我这个年龄70后啊，这个小的时候父母，我们如果吃东西馋一点的话，父母都会批评说你别那么贪吃难看，但我觉得真的现在我要有宝宝以后，我真不这么教育他。一个人爱好吃是一个特别棒的性格。但我一直特别困扰一件事情，就是在里面翻，就是不能在里面翻那个菜啊！就我想，如果不在里面翻的话，我怎么找得到那个菜啊？比如说辣子鸡，那就是在辣椒里面、啊，在家教当中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哦，那这个吧，就是去翻它其实是不雅，所以说它是看你在家里吃可能没关系，出去外面吃的话，尽量吃自己前面的部分，就不能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对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姜蒜放进来。好的，就这样一起吗？香了，哎，一起。哎，别，就是姜和蒜啊、哦，行了，好，好，哦，这是葱，对不起了。然后呢，加入豆豉，豆豉呢就根据自己的喜好，爱吃呢就多放一点。嗯，其实你说，虽然重庆火锅很流行，但你在重庆。吃跟你在所谓的自己城市吃这个重庆的火锅还是有本质上区别的。好，来了啊，料酒什么，哎，料酒，好，加一些水。哎呦，好香啊，特别的香。哎，辣椒的那个味道出来了。嗯，哎，而且呢这个高辣椒呢，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。嗯，哇，它呢就是有点酒香，还有微酸，微酸，对对对，我就是闻到那个酸。嗯，放鱼了，我们把鱼放下去。哎，好嘛，好，然后呢，加一点酱油，哇，这个滋味是非常浓厚浓郁。要淋上去，哎，其实我蛮同意刚刚那个婷婷说这个食材的这个缘故，在食物好不好吃当中是占了很大的作用。对对对，我去重庆吃这个做法的鱼啊，哎呀，那个真的是那个鱼肉的感觉，我不爱吃鱼我都能吃出来，这个跟咱们在别的地方做的就是不一样。它那个沧江的那个鱼嘛，对，它是野鱼。是在鱼，你是在那个江边的船上吃的吗？对，就现捞那种。对对对，特别好吃。好，我们呢这边放着鱼，这边呢放一下小青菜，我们要老师问老师一个问题啊，题外话啊，就是一般我下厨的时候，我做完这些饭菜以后，我就不是很想吃了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、就是。他们有的人说吸这个烟，吸完之后，就饱了啊。嗯，是这样吗？其实它也不是饱，就是说
对于这个油烟啊，吸多了以后，你可能就觉得反胃，也不是反胃，没有食欲，就是对于其他菜的香气啊，可能不敏感了，就不是说那么没有欲望。对，你也会这样吗？也会。哎，杨老师不停地把这个汁水啊料往上来浇，这个过程就是为了去沁那个味道嘛。一个是便于入味，另外呢就是说，让它呢尽快的成熟。成熟。好，我们呢加一些糖在里面。加糖。都要加糖。因为呢这个，它呢这个烧辣椒呢也是有咸度的。豆豉也是有咸度的。加挺多的糖。所以说每个地方的人都有适应那个地方饮食结构的肠胃。就是这么做很好吃。你让一南方人连续这么吃三天，他真的就四个字：水土不服，回去了。好，我们把小芹菜放进去，芹菜放下去。所以我觉得水土不服这个事儿是真的，当然就是到这个地方有你不适应饮食，我觉得这已经占了一半以上的原因。您觉得呢？对。但是他们说这个水土不服啊，有一个偏方。是什么呢？回家，你把当地的土，然后加上水冲完了喝。不是，田老师是那个了。我知道后面说吃当地的豆腐。他说可以缓解当地的豆腐。他是豆腐用当地的水土这么来做的。对，他真是田老师这个这偏方是有出处的。我也听说过。豆腐。那得吃多少呢？或者连着吃好多天？十斤。一共吃十斤。下回我去哪儿拍戏试试。试试这豆，尤其是山东的时候就试试。哇，这位戴耳麦的师傅。好香。香。什么豆瓣鱼？糟辣。糟辣。所以他有放了这个就是放了糟辣。糟辣椒。还有放了糟辣。你要什么？我想吃肉。肉。鱼肉。我先吃个笋。这是五花肉。香。鱼肉的部分呢，看看这么频繁的让铁杠老师一直在用那个。你能吃吗？挺辣的。那我要小心喽。来试试。但是真正鱼肉它不会很辣。因为我以前吃的呢就是各种花椒什么的辣椒在一起水放很多，对，比较多。但我觉得今天这个呢能够吃出就是层次的感觉。层次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能吃到有一点甜。就是带甜味儿。然后带那种有点酸，就是可能是糟辣椒的那种。对，还换了榨菜嘛。对，特有的糟辣椒的味儿，然后豆豉的味道，特别香。你说，首先呢，就是说这个鱼啊，我们不采取炸，是煎，就是让它呢里边的水分非常足，有鲜香味儿，而且呢外边呢，又能容易吸收汤汁的味道。是，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肉食动物，我也是。我是属于一顿不吃肉，我觉得这顿饭我没吃。没饱，肉不分，是吧？你看这加在一起叫肉肉磨人的小马蹄。小马蹄。马蹄肉磨的。取名很精到。然后赵奇，他有一次在那个成都拍戏，拍一个礼拜，然后呢就非常丢人的在那边住了一个月，因为太好吃了，全在吃。